原标题：李春来为色所害。今日推送之李春来为色所害，录自《春申旧闻》，作者陈定山。公说话，亲善识文。他幼时因随长辈历练，得以结识了旧上海许多社会名流，耳闻目睹了上海滩名流们的种种过往，对旧上海掌故烂熟于胸，信手拈来。《春申旧闻》是陈定山的掌故随笔，描写旧上海文人轶事，一探杂俎、风俗世情、社会秘辛、菊坛掌故、勾栏风月、黑道传说等等，一应俱全，引人入胜。李春来传北派儒生推杨小楼，南派儒生推李春来，均为巨擘。春来生于咸丰五年，小楼生光绪三年，少长20岁，故小楼出师，春来已成名久矣。春来自启山，北平高碑店人，出身于春台帮子科班，出演于北平天河馆，其闻名远不止李春来戏装照时，上海谋得力扬行，及后来的胜利唱片公司买办罗茂荣，在上海宝善街建造京式戏馆，名满庭芳金馆至九王，其名独存，邀李春来入班，时春来尚为童龄，武装玉帽，演白水滩，日法琉璃魂突，人影合一，观者爱上。春来遂留沪不去，自后历演于金贵、丹桂、天仙，而金贵出演醉酒、杨月楼之后，无人望其背相。钱塘元祥府海上出之词云：金贵何如丹桂酒，佳人个个懒勾酒。一般精调非偏爱，只为贪开杨月楼。按丹桂茶园，亦在宝善街，为定海人流为中所开，邀京朝角色打鼓成章，普及成长更长子，置办月式行头，而满庭芳为黯然失色，十剧场有京秀不如湘秀，湘秀不如月秀之语。月楼为杨小楼赋，常与卯福晋有染，未获庇护，故勾栏中趋之若鹜，以一睹庐山真面目为快，酿成风气。月楼许而春来继之，月楼奇硕，乃北方健儿风味，春来则短小精悍活脱，故尤为北里娇虫所喜。月楼奋不能敌，自于大新街开办鹤鸣园，未及一月即行毕歇，月楼北归，其明年始生小楼。而李春来已独霸江南矣，四大金刚胜于北里，台日皆为春来做上客。张淑玉、金小宝、陆兰芬、林黛玉，而黛玉廉耻为最至，公平善美，尤公心计。时汪恒坊先生加四叔荣仙的丈人风为南汇知县，南汇虽上海临近小县，但素称呼市，将这间有金南汇、银平湖之称。又云食府不如一县。汪本江西世家，世事肥缺，起居如王侯。前清以霜降为大典，百官皆出迎霜，立四品以上方的这雕挂，县官七品立的青棕羊。恒坊视之，是巨资捐四品衔，而为县令如故。家有小戏班，妙解音律，一见黛玉，惊为天人，百计取之。采于五月才回南汇县署，县人征出，倾城巨官，亚为奇谈。而春来故以酒为黛玉念首，实际女嫁人即出这约呼吁，春来与黛玉有约呼呼吁提出来，乃黛玉逆于汪府享受之奢华，一如流泪过江，而忘却准带回荆州矣。李春来便装照，春来酒后黛玉下堂之消息杳然，不能耐，乃连夜亲至南汇大堂，插刀祭奠，恒坊以此罢官。林黛玉下堂，敬于淑玉，时常三妓院称淑玉，妓女称孝淑玄汪公馆牌子。汪大以为耻辱，更是多金。黛玉始复名林黛玉玄牌。李春来又是名义大造，每晚登台，马龙车水，绕戏院前后三匝，捕防制派巡捕，为之维持秩序。淫娃荡女皆以的花蝴蝶衣故判为登县。
春来色胆一大，久之而有张静兰之祸。张静兰者越人，夫为岭南巨患，家资豪富可以敌国。夫末静兰尽得所有，迁地为上海母玉宫，拥有李相房产无数。劝嫁一广东医生黄某，黄某故意亨爷与会省公堂官炯之为化铁弟兄。黄以债足，静兰闻君心寡，不耐孤苦，别求鸾操，见春来子都之交也，色受魂语。然春来以为风流广大教主，方欲完人而不复恶为人玩。虽于包厢中见一淡妆妇人，含情凝地，日日登楼，故之意灭如也。依稀眼白水滩，突有一物如蛱蝶飞来，春来已足见之，衣经圆大珠蝴蝶，滚滚的的蹦散在满台乱转。春来仰视，则见静兰红晕盈腮，之为所至。其实风气隐靡，珠花至灵，视为常事。春来亦无动于衷，即卸妆出院，忽有四旧汉巨拥之推入一马车，连为漆黑，马似龙飞。春来本花童老手，实为北京所谓黑车者，则亦恩之。良久，石底依巨宅，洋楼处住，灯火如画，广梯铺以红绒，衣服盈然笑丽，消衣如雪，则方才至珠花妇人也。其旁侍女一是垂辫短袂，花盘柳簇至十余人，春来不觉目疑神夺，从此拜倒十六群下矣。静兰以春来为金銮，天仙茶园日日回戏，时绑票之风尚未盛行，但以春来失踪为轶事，茶社酒楼无不资为谈助。而张李好何方，如金轮皇帝之玉昌宗，空客西游，宴情无度。静兰为三十许人，风情妙解，性好节，终日淡妆如梨花，是女则一色服装，奇葩一会中，读着素心一朵，惜春来凌人，不解雅道，尚为虚妇儿。静兰好时谢，秋风尾腰之际，必令石壁洗手剥屑，左高良久，为春来上寿。石屑有砖房，四壁成尘，皆修白漆，光泽见人毛发。春来乐不思蜀矣。而关炯之方以故人之妾，当显于贤，隐为奇耻，探目四出珍奇行动。久之得报，使之春来之失踪，即为静兰入墓之宾，乃大怒，派会审公堂探墓，数十人往拿。四补大道，春来方与静兰露台饮酒，望见之，俱翻上房，越屋跳辇。越人大动公愤，进禀补房，封天仙茶园，立春来锒铛入狱。静兰仗其金多，掩自越众补房，释放春来。补局阁众怒难犯，解会审公堂，而与其另谋别法。关老爷新判监禁七年，补房已得惠顾，要求送往补房监禁，关也会审公堂权力所属，不许。于是双方抢进犯人，公堂巡捕与补房巡捕发生斗殴，闹成虹口越人事。立区域全体罢市，而李春来终受提篮桥七年监禁之刑。案定，全堂称快，腰是银风为之烧急。春来出狱，深知忏悔，不敢再在上海演戏，一度北返，出演于廊坊头条大舞台，不得志。时上海三良经桥方建营先凤舞台专演梆子戏，春来赴南下，亦不得志。后改立大舞台，名在小达子、毛运科之下。而南派武生张德俊、盖叫天，无不以李春来为宗将。德俊得其长靠，盖叫天得其短打，且世俊骚驾春来而上之。春来自叹无如，民国十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春深旧闻，怀旧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